感谢蒋宇的点赞啊！这烤包子确实不错啊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个啥子来着？是喝椒的啊，喝椒的还有一个。对，挺好吃啊。我看了看，还是实在。咬开里面全是肉啊，全是肉。辣子鸡丁的啊，啊！今天拿了三个了啊，回头再来，回头再过来拿。满满的肉啊，确实肉不少。还有战斧羊排、辣子鸡丁烤包子、新疆特色小吃烤包子、刚出锅的黑椒牛肉、战斧羊排烤包子，还有自然羊肉和原味烤包子，味道美极了。这也是人家新开了的啊，八块啊，八块一个，七块一个的啊。但是这种东西吧，实在。附近还有几个新疆烤包子，价格也和这差不多。都便宜了，还好吧，还好吧，毕竟都是肉啊，毕竟都是肉，正儿八经看这肉啊，确实多，又是芝麻又是肉。正宗新疆烤包子，刚出锅的孜然羊肉、黑椒牛肉烤包子，还有战斧羊排、辣子鸡丁烤包子，新疆特色小吃烤包子。二期估计得那个啥，到国庆了吧？他这个五月底或者六月份他在完工，然后才招商装修。刚出锅的黑椒牛肉、战斧羊排烤包子，还有孜然羊肉和原味烤包子，烤包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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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烤还有一个是羊肉的啊，还有个羊肉的。先给大家看一看啊，也不小了啊，也不小。然后这种芝麻，这啥？咬开都是肉啊，咬开都是肉啊。有七块一个，有八块一个。啊，对，经常有小伙在这直播了啊，是了。这边刚装修好啊，刚装修好一段时间。
正宗新疆烤包子，刚出锅的孜然香味的非洲牛肉烤包子，想做就西安手工辣馅儿，各种口味的都有，新疆特色味道美极很。确实肉不爽，给大家再看一看。肉确实不爽。正宗西安葫芦头泡馍、牛羊肉泡馍，熬制的西安酸梅汤，想做就西安手工。